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小周末，礼拜五，我们又来到我们的圣经加油站，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今天要灵修的主题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来攻读一下我们的经文，请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今天为这段经文所下的主题是属我们的产业。我选择的最重要的经文是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思考什么叫做基业。基业就是产业，产业不是随便的人可以得的。什么人可以得着产业呢？仆人、朋友可能没办法得着父亲的产业，我想只有儿子可以得着。但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他的产业我们就不知道了。然而当天父定义将这些产业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来接受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就成为他喜悦儿子的那个当下，他的产业就归我们了。那他有什么产业呢？有物质丰盛的产业跟属灵的产业。当我们得着这些时，身心灵他就会可以全然的丰盛，平安喜乐也就会加给我们。所以我用五个询问法来询问这段经文，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我们要在它里面，就是披戴基督。有什么应许呢？就是得着产业。有什么可以避免的罪呢？就是没有披戴基督。那我可以怎么样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的生活中呢？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我是属神的，我是神的孩子，因此遇到困难，我要相信有神会出来帮助我。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有关上帝，我对他在哪方面有更深的认识。我认为上帝是定义要给我们产业的神。我们来用祷告结束今天的圣经加油站。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已经知道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是永远不变的，你的产业也都要归我们。但是还有那些许多不认识你的人，他们仍然想要从别的地方得着产业。主啊，愿你来加给我们信心跟力量，将你的恩典这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打开我们的传道的门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这样的一个丰盛的应许来告诉他们，这样的好消息来告诉他们使他们尽早的得到这份产业。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